李大嘞，啊你今仔日来讲生理哦。是啊，啊李莎敢有来上班啊？哪会都无看到伊啊？李莎哦，伊破病啦，已经请假两天无来上班啊呢。破病？啊，敢有严重？嗯，啊你甲李莎感情遮尔好，你就唔知啊，我偏哪会知影啦？啊，多谢你嘞。嗯。李莎唔知影即马情形安怎？我阁找时间去看伊啊。雨桐，你来啊！姐姐，啊你妈妈嘞？伊在房间休困啦。这是最近要挂片，我你妈妈无身体啦。啊。多谢。哎，等一下啊！你即马入去哦，我给阮妈骂啦。你都给我入来，你都给我看伊一下，我马上就离开。好啦。打电话叫伊来是无？我去酒店，妈妈才跟我讲你破病请假，所以哦，我才来关心你啦。我唔是跟你讲过，叫你莫过来找我。妈，是的啦，我拄只哦，妈无想要让伊脱离来，啊，不过伊就足坚持的。我，你即马请伊先回去。你怎么感觉安怎？敢有去给医生看？我嘛，那我们去看医生啦。啊，就家己走去药房哦，买成药自己吃。姐姐，丽莎，你我陪你去给医生看好不好？唔免啦，我已经好真济啊，你别烦恼。你哪有好真济啦？我嘛是啥愈来愈严重诶。爹回去啊！丽莎，你有发烧呢？去医生看，卡透懂啦，吼。我见啊，我倒一个，啉一口水就好啊。还是我比好滚啊。姐姐啊。那先出去，我你慢慢休息，好。嗯。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妈妈啊！若是有啥物问题，随时跟我联络，哈。我知影。啊，遐水果好切切的，补品爱会记给你妈妈啉。好。我先离开啊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多谢。好。客户送我一大箱冷糕啦，我知你妈介意食，所以我专工提来给伊啊。想袂到你到今嘛，还阁会记阮妈爱食啥，阁来关心伊，多谢你。袂啦，我来看你妈。对啦，拄只阮妈有讲着你，伊嘛知影你啥个代志。是啊，之前伫电话内底吼。
我已经讲过啊。啊，你跟丽莎今晚怎办啊？唉，伊还是不肯接受啊，不肯接我电话。不过无要紧啊，我会等伊，我绝对袂放弃的。玉涛，咱今麦当咧好好讲话，我真欢喜。我之前都讲过啊，只要你重新振作起来，我一定给你祝福的。对啦，你等一下有闲无？咱应当找阮妈做去食饭啊。是的，我只是来送恁过来，我等一下过来开会。不要紧啊，也够有机会，以后再讲。不要紧啊。啊，迄五千万的代志哦，我怪好好感谢你嘞。找时间，我请你要跟你妈妈吃饭，哈。好啊，我妈若知影，一定真欢喜。最近天气真正足寒的，你拢伫咧外口拜访客户，你也穿较侪。你摕来，这暖暖包是拄只加油送的。我阁会记，大概寒天来时阵，你袜啊得穿两双啦。不过就算安尼，你的手哦也是冰的。你若是讲到我的手是冰的，你就去煮一碗烧烧的番薯汤。你今毛爱家己煮番薯汤哦？嗯，我有说啊。这暖暖包确实袂歹，着好亲像有人把我的手牵咧，给我闻啊。丽华，你也是赶紧去找一个会当让你真正温暖的人啊。我知影。好啦，我是来送你给你妈。拜拜。拜拜。尤特可以关心我，关心阮妈，看起来伊是真正原谅我，袂阁怨恨我。咱等下要去参加一个土木工会酒会，这酒会真正式啊！我想王公明无可能叫因细汉的对着伊身躯边的，到时阵找机会，等伊一个人时阵，甲抓起来。梁川书记，西口家讨论。是。也唔过，你的身躯边，哪有其他贵宾平安哦？到时阵哪有其他贵宾？你得。文哥，阿兄，我等来。我讲大小姐，你敢唔知影外口王公明四界在找你？你搁安尼跑跑走？拢唔惊伊出代志哦！我看你半未准好嘛，故意找你有托是无？你惊王公明伤害我，害人底条条，应该是想要保护我，唔是为着要监视我。我是真多谢你对我的关心。啊！不过我去倒位，甲什么人见面，迄是我的代志。我敢会当拜托你，卖阁提我的代志讲生气啊？好。我真正是好心去予雷金的，我呢过来保护，过来予你骂。啊，好好好，算我交话，算我家暴，好不好？我以后袂提这款代志来甲你开啊，吼。啊！你今日穿甲遮尔正式，是要去倒位？等有一个土木工会的聚会啊，你莫对我记。你的衫我已经派人放伫你的房间内面，
我等下先出去一撮，我叫阿姨来送你过。那呢，我先去帮你换衫。阿姨啊，你先坐下落来，我有代志交代给你。是。凯莉姐，好泪花出来啊！对不对啊？高医官，我知影你伫卫生服务，真侪地方建设啊，佮有公共工程的，都是靠你提案，以后来麻烦你照顾啊。好啦，有机会大家做伙合作。医官，以后靠你栽培啊。哎，高医官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王哥你好。哎呦，这毋是咱王董的啊，王董的啊，你今日哪有时间来啦？我听讲你最近不是甲人约在外口吃饭，要讲生理啊？啊，结果敢那卡着个影子无？迄5000万的本票，竟然在你的面头前就安尼无去啊！啊，你无在外口装钱，哪有时间来吃？今日敢嘛有安排你的位？就算讲无安排我的位，我嘛是爱来啊！一顿饭就值得我5000万，我来这看有生理通做。敢报会倒来？搁再讲，以我王公平的能力，真紧到 VIP 的大位啊！啥 ？VIP 的大位？待你嘛好啊，是不是 VIP？ 这业界所有人皆认同的呢。医官啊，我讲了对不？是啊，医官是我学习的对象，当然爱坐大位。你迄个欠卡查某哩，那无缀你来啊！啊，讲着查某人，你是专科的呢。我有听讲你少年的时阵，敢若有一话，叫做男不王不挑嘛，对无？只有一顶类，啥物查某人拢好。安尼你应该真清楚，查某人要出门，我混空拼，爱时间，所以你放心，等下就到。我嘛希望，我的5000万等会得到。安尼我甲你恭喜哦，你有请大师甲你化解，迄5000万找着啊，伊个定心。迄5000万，我一分钱都袂减，会全部甲你讨倒。袂晓讨，安尼简单啊，花你身躯顶。一支卡，还是一支手，价值5000万，我付医药费给你。好啦好啦，恁两个搭来搭去的代志吼，伫规个业界拢传开啊啦。啊，今仔是土木工会酒会，恁伫遮乱，歹看。啊，请恁两个我一个面子，吼，莫搁伫遮冤家啊，啊，无实在真歹看。有听到无？议员拢安尼讲啊。我当然要回一个面子啊！海生哦，我先离台啊，我才要来内底看卖，看今日安排你的位，是伫外口才过门，还是伫别墅内面？你乌心要你何人下手？好啦，聚会两日就开始啊，啊，小等咱做伙入面，你就莫阁生气。
拜谢啦。那无，你先离开，我接一个电话。无，我先离开。啊，拜谢。安怎？老丽华要到停车场啊。好，我即马就。我伫咧楼顶等你。我这几个细汉已经跟你几啊天啊，今仔日李汉文我都做你的靠山，我都看你阁会秘到倒位去。你想？我较要问你想嘞，搞搞你啊！王公明，今仔日的死去教啊！
王公明，我才甲本哥讲，奈无看到你，你就出现。哎呀，你安尼大抓瓜细抓瓜，你拄则是去运动？什么的运动？较细声啦。咱你嘛知影王公明哦，这個、人做真是一歹代志，外口拢是伊的冤仇人。我看拄则是走路了。啊，不过伊的脚遐尼啊长，就算是走路，无怪伊阁会当倒走来参加酒会。迄当然的，虽然人咧讲哦，是了悬的人，迄脚长手长，较无协调。啊，不过若是拄着危险，嘛是走敢若飞咧。啊，看伊今麦这尼啊狼狈，拄只应该是真精彩。啊，不过真可惜，咱无看到。恁两个免这么嚣摆啊！但恁落在我的手头，我绝对爱恁比我更加歹看。哦，是你家己承认的哦。你嘛感觉你拄才足歹看着无？够可惜，无看到。讲到这哦。等下阿爷来，爱好好甲念一下。人竟然无甲顾好势，互伊走去。哎，等下咱酒会了，都无好伊通看啊。李亚文，你莫掠做你阿哩着呀？哎，你着真正误会啊！我无安尼想哦。王公明，我甲你交陪了哦，我才听讲哦，原来你这人足趣味呢。算一届无够，这着爱算几啊届，才有够本。李汉文，今仔日的代志，加上你欠我的事，我绝对甲你讨回来。王先生啊，你要起配面吼，唔爱看场面啊。今日这酒会，来人拢是有头有面的人呢。你唔惊别人讲闲话，我搁爱顾我的面子啦。你是啥物底啊？搁惊人知影？哎，有啥物话好阿讲啊？我一个面子，安尼叫伊人来歹看啦。李官，你误会啦，阮只是伫拍闹尔，无其他代志。是啦，李官，歹势啦，你着知影我这个人吼，较粗鲁，啊，平常时啊，甲王董的啊，开讲的时阵。拢是用这款方式，真正无代志。啊，若真正有代志，我嘛会等到这酒会了后，再搁坐来好好讲。王大，你讲对吧？当然啦。哎呦，歹势啊，李文，我煞袂记甲你介绍，我边仔这位美女啊，伊叫凯莉啦。顶一阵啊实在，啊最近我遐事业拢是伊在照顾，甲斗相共的啦。李汉，老李华，上好你莫落伫我手头，若无我绝对会连本带利甲恁讨倒来。哎呦，你莫生气嘛，你莫听我解说，哈。我不爱听啦。谁叫你要骗我？啊，我唔是刁工要骗你的啊！啊，我若想讲，我若甲你讲吼，我甲婷婷见面，你一定无欢喜。我唔知吼，唔敢甲你讲。而且我真正唔知迄金锁婷婷，你真相信我啦？好啦，我即摆无时间听你讲这么多，我要去上班啦。等我回来，你再好好甲我解释，听到无？好好好好好。你哦，莫欢喜甲这么早，你即摆是观察期。以后你就要好好表现，我才看我要原谅你。啊，我知我知，行啦。先生，小美，婷婷。你哪会走来啊？我头拄好去踅街，
我得看到一件哦，足水的孕妇装，就专工买过来送药。哦，多谢你哦。拍摄呢，搁互你破费啊。这也无啥。小美，头拄哦，掌柜小姐甲我讲，今天孕妇装穿起来会显瘦。啊，我就甲讲哦，阮小美虽然有心，看起来啥拢无肥着呢。哦，当然啦、啊，诶，小美上重视吼，就是运动甲保养，身材当然嘛好，对无吼？对啦对啦。小美啊，你这孕妇装得要穿哦。虽然有心，嘛是爱做一个上时尚的孕妇妈妈。哦，还是当然的啊。我知影啦，多谢。好啦，阿伯，我就卖给了你啦，我先来等。好，多谢你，好，拜拜，顺家。好，早困。你那看起比谈看生气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林春香，伊谈到讲我逃课的时阵，你啥要应话啊？伊老公在大课。呜，伊谈到讲哦，虽然我今嘛有心啊，啊唔过哦，看起来煞无大课着，迄唔代表是讲，伊讲我原本就大课的啊。无啦，伊唔是迄个意思啊，你唔通误会啦。你搁听伊讲话？我哪有啊？你就是有啊，我不爱跟你讲啊，我要上班啊。啊我，顺便问你讲，啊，遐物件有够还是无够啊？我拢已经包好啊啦。春香，你哪会怪怪啊？哦，无啦，我感觉吼，你穿这个上班无啥好啦。穿套装上班真正常啊。唔是啊，你遐八官八家，啊，你穿面吼，无啥适合啦。会吗？我感觉穿安尼真水啊。陈兄，你哪会这搞事啦？跟你讲过，莫你起脚动手啦。是，林老板。进去做事啦。是，林老板。陈兄，阿伯啊。哦，袂歹哦，好，人家真济。我听阿头讲哦，你即摆生意强强滚嘞，好甲要变过安尼。啊，那安尼你是遐摕一束束啊，有空咪上好啊吼。感谢我一个，感谢你哦。我都唔知影感谢个怪。怪嘛，安怎是安怎，什么什么代志啦？我的生意真好，无唔对啦。系啊，这讲啥物，拢怀疑我甲迄婷婷在玩耍。变得我神经质嘞！拜托啊，我跟你讲啦，这小款代志我来处理啦，我来甲婷婷讲啦，无问题啦，免烦恼啦，哦。你们别动！矿上。哎，阿伟姐啊，你在讲啥？嘿，无。你继续无闲？哦，好。哎，春香，啊，你这样讲欠人，啊，哪有欠人？你会当搞啊？讲我来打三工，啊，你继续吼。哎，青菜生，青菜生，我袂生，哎，不要紧。就低哥呢？我干嘛讲你这事？我跟你讲生笑的啦，我哪有时间来这上班？拜托，我做工都袂袂赴啊。讲生笑，我是讲生笑。对啊，讲生笑。
我咧翕相啊，翕甜甜啊，我要把伊的相片哦传到脸书啦、FB 啦、脸书啦，我替你拍广告，你戆戆啊！想我是安尼啦，我当然是替你拍广告，难不我是家己看。我跟你讲，我真是卖药啊，做广告我上知，用安尼拍地面都上紧啦，戆戆啊哟！哎呦，好，卖个翕啊，行啦，行啦。拄则较好一时，伊讲即摆丽莎还佫咧发烧咧。尤涛，哎，姐姐啊，你妈妈即摆怎安怎？伊拄则哦嗽甲吐呢，即摆人佫咧发烧啦。啊，伊也是毋肯去医生看啊。安尼袂用个咧，你去甲你妈妈骗落来，我载伊去便宜啦。我哪有法度啦？我妈哦，伊根本就无可能会落来。姐姐，只要你妈妈吃，这是我拄只去找我阿爷开药啊。我有跟伊讲你妈妈状况啊。尤涛，真正就多谢你了呢。我妈哦去药房贴药啊，根本就无效。啊，你千万唔通讲是我提予你哦，啊无，伊你不肯吃。我知影啦。啊，你继续，可跟你妈妈去医生看啦。我阿爷讲哦，这个感冒最严重诶，那是引发肺炎，安尼就唔好啊。我妈的个性哦，就是安尼啦。我会继续靠向伊，叫伊赶紧看医生。时间嘛无早，玉兔，阿无你先回去啦。无紧啦，我伫遐等啦。啊，你妈妈若是需要去病院，我随时当载伊去。安尼嘛好，玉兔今仔就多谢你个，有你伫个哦，我嘛较放心啦。阿无我先去你啊。你搁要啉一嘴无？阿妹，你倒来休困。喂，妈。啊，对啦，我以后可能靠我回去啦。嘿啦，我咧讲生理，你免等我，你先困。好好好，我知。好好，拜拜。其实我做的甲丽莎一个亲戚，当作是我的亲人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嘛不离开的原因啊。你还在发烧呢，咱做伙去看医生好不好？唔免啊，明仔载我会烧到腿啊，我袂去。已经十二点外，我看李三姨今日袂去陪伊啊。不过，丽莎若是半暝需要我的时阵，是要安怎？妈，你今血压四十度啊啦，咱一定要去看医生啦。喂，尤托，你还搁连阮家老卡对无？
是啊。阮妈已经发烧，发烧到四十度啊啦，一定要看医生。你敢会使带阮去病院挂急诊？好，我即马先去楼顶找你，哈。如桃，目睭一百金，我就会当看到你。我心伫咧做梦。啊，丽莎，你真是哪？你发烧啊，烧到真严重，是我甲一时找你病院啦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哦，你有轻微的肺炎，要带你观察的。啊，你真心啊、哦？那呢，我去通知护理师，伊讲哦，你真心了哦，我去叫伊。谢谢，我去就好啊，你陪你妈。唔免啊，我去就好，你哦陪我妈。是姐姐啊，你来。是谁找我来，不是重点。重要是哦，你要好好保重你家己啊。啊，这个感冒哪会这么严重啊？尤桃，你敢莫对我这么关心？这样我承担不起。是的啊。你敢回信是要从什么？我感觉。我敢那一直在勉强你接受我的好意，我嘛无啥物好压力啊。啊，不过我就是无法度无关心你。我知影你感冒，我是足烦恼的。啊，不过我阁唔敢入去恁厝的，我只好伫楼下等你。你伫伫遐楼下等我？像那安尼持续好外游啊？不是你？是啊，你讲食成药对身体无好。所以哦，我就甲你的病情甲我阿爷讲过啊，请伊替你加油啊。尤桃，你真是无需要我做这么多代志。丽莎，若是今日无阮妈反对，你是不是就会当接受我的关心嘛？我想要在你破病时阵，陪你伫身躯边，陪你去看医生看，不是踮伫车顶烦恼。但只是简讯跟我讲你的状况嘞，咱两人明明都这么相爱，是哪会因为我妈的反对，你就要放弃这段感情啊？啊，不过都是因为你这么友好你妈妈，我唔才无想要破坏到你母仔囝的感情啊。我妈想法会当改变，才让伊看到咱两个挂心，咱是真有可能当做伙的呢。尤桃，这拢是你家己在想。你敢要规劝阮母仔囝好好去过生活？你还袂识在你进前，我的生活就是安尼在过，有你无你对我来讲拢无差。你紧回去，你莫阁让你妈替你伫遐烦恼，你紧回去。丽莎，你是把阮妈当作借口，想骗我尔？你唔敢面对，那是我，还阁有你家己的人生呢。要哪呢？你就让我继续阁想骗落去啊！我伫酒店工作这么侪年。你即摆我为你改变这所有一切，我真是无迄勇气。你若是无勇气，我会当给你。你为我耽误着遐尔侪时间，你为着我违背着你妈妈的心意，你甚至为着我去甲乌道人伫咧谈判。你替我做出遮尔侪代志，你到底是得到啥物好处啊？那呢，我嘛要问你啊。你替我介绍遮尔侪生意，为着我无想去接近王光明，去地顶来遐五千万。
你有法做罕一代志，对你敢就有好处啊？咱拢甲对方看得这么重要，甘愿为对方付出一切，即马煞因为阮妈反对，咱就要分开，咱就要放弃，安尼敢对啊？就算讲我即马答应甲你交往，我嘛绝对变成你的负担。我是你，我介意。不过就是因为安尼，我袂用这么自私，我袂用害你。我不爱你，为着我伫咧吃苦。丽莎，你讲你介意我，有你这句话就有够啊。过去一段感情，我看清楚，什么款的人才是适合我的。我即马需要是一份真情。你若是愿意接受我的感情，你讲的负担对我来讲拢不是问题啊。这几年。你嘛为着自己吃这样子苦，你也是真爱伊啊！我已经把你约过一次，当作是我家己的亲人啊。这份感情，不是讲断就会当断的呢。我伫酒店做安尼啊侪年，看过人嘛真侪。我想我应该比任何人更加知影。情深意重这些字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？我的人生会当拄着你，如果亲像天公伯阿爹甲我讲，一切都还阁有机会，只要我愿意，我一定会当走出家己的人生的路。所以你答应我，你愿意跟我做伙啊？我想过了，不过我答应你，我绝对袂阁找你妈妈反对的理由来当作拒绝你的借口。好，我会等你的答案。时间真晚，我先离开，你好好休困，哈。你有什么需要，欢迎你搁倒来找我。好，拜拜。小姐小茹，待会九点嘛，我要先下班了啊，拜拜。哎，大哥，你别当走啦。为什么我别当走啊？你袂记你今日有讲过要博爱会的缺啊？对吼，我袂记你阿辉已经离职的代志啊。哎，敢会当拜托恁啊？我今日有重要代志，恁两个人敢会当甲我斗相共一下啊？啊，着春夏伊个汽车百货哦，拄开啊，我今仔就放袂落心诶，我想要去看卖啊，拜托一下，拜托一下，好不好？头家娘，歹势啦，我今仔日袂用钱，我已经甲我诶男朋友约啊，啊伊已经伫外口等我。我男朋友嘛是啊。哦，好啦，拜拜。头家娘，拜拜。恁去，恁去啊。大哥娘，你的面膜我送来了，要看对。先康佳好啊，康佳。袂记你要请人的代志，连今日要进会拢袂记你了了啊！我哪会这么歹命？人有心想惜命命，我有心就要搬回，即马想要下班嘛无法度，搁烦恼家己的红事，敢会去让怪去？多谢你哦！
啊，姐姐，你是伫伫遮上班咯？无算是啦，我来斗三工的啦。来斗三工，想到你遮水着，来遮斗三工实在伤可惜啊！来阮遐上班啦，我甲你加薪啦。哎呦，够忝唔着去？哎，少年的，有眼光哦啊！想要甲阮伫你屋企做着员工哦。阿妹姐，你来啊！少年，我甲你讲吼，咱这婷婷吼是咱店的台柱啦吼。不是刚刚洗较水尔吼，而且啊笑容阁低，嘴阁好讲话，大家都嘛介意。不是你介意，我嘛介意。阿妹姐，你讲话哦，也是遐尔老实。我讲话实在话啊。我是安尼感觉啊，小姐，会用跟你写菜字无？好啊，你手机摕出来。来。你嘛低哥呢你啊？先生，啊，先生你上啊？对，我是这间店员头家啦。啊，先生，明天若是买完吼，等你停车，啊，若无闲就做生意啦。先生，安尼啦，两客呢？先生啊，啊，咱是做服务业的，哎，上重要是人气上大嘛，对嘛？你笑一下，莫这样严肃啦。咱这是汽车百货，不是婚友社。先生，啊，这是我的面子。那小姐有问题，欢迎你随时打电话。不晓，拍谁啊？拍谁啊？陈生，你为什么要安尼啦？你看人家拢走去啊？什么人客？我看是好事，拢你啦，无代无事，把亲戚上面放伫网络面顶，你看来一堆好事，迄不是好事，迄是灾事，人是送钱来买物件呢。我唔管什么事，就准讲要赚钱。嘛，无啥靠出卖亲戚的摄像来赚钱。哎呀，陈先生，那有出卖摄像啊？啊，大家交一个朋友尔，为什么要遐尔生气？嘿啊，陈先生，啊，你即摆店吼，拄啊开幕了，上重要就是拍知名度，而且用知名的相片吼去拍广告，免钱吼，啊，着遮尼人，遮尼侪人过来，有啥物无好啦？嘿啊，哎，想袂到哦，我相片一放起哩，哎，有遐尔侪人过来呢。以后我伫遮上班的时阵，阿妹姐就帮我加开规定嘛，放起网络顶关。相信吼，咱家吼一定会人满为患的。哎，大你嘛拜托，咱汽车百货卖是连件品牌，搁服务的态度，这个口碑做出来，咱去主人就会来啦。好啦，阿不拢听你的啦。以后吼，我得用专业态度做生意。当然啦、啊，以后个人客吼，唔通凊彩加什么好友。No problem 啊，对啊，我要开一通电话去给我美国的朋友，啊，柜台你马上先过一下，我卡卡就随回来。哦，啊，可惜啊，真正是可惜啊，啊，无彩啊，有什么好可惜的？像种低格人客，这是当地人的水准。我唔是讲人客可笑，我是替你感觉可笑啦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看人婷婷偌乖咧，啊，你叫伊卖安怎，伊就卖安怎，卖安尼就卖安尼。无像你个小美哦，你讲当伊就往西啊，你赞成伊就反对。哦，我讲不到位啊，你讲听小美话啦，真像母罗同款。我袂乱讲，本来就是安尼啊。小美，这摆间就神经质，你后边人我听到，我就死我。你看，你惊死嘛？我就讲你是无路，你阁无爱穿呢。无路，无路。
这暖暖包是拄只加油送的。我阁会记，大概寒天来时阵，你袜啊就穿冰箱啦。不过就算安尼，你的手也是冰的。虽然过去我甲尤特因为个性袂合，才会愈行愈远。啊，不过伊确实对我真好，真体贴。我所干那看到伊的缺点，唔知影珍惜伊对我的好，搁做出遐尼侪对不起伊的代志，甲伊伤害甲遐尼啊重。我真正伤过分了。啊，你甲丽莎即摆怎安啊？唉，伊还是唔肯接受我，唔肯接我电话。听尤特安尼讲，伊甲丽莎感情应该是拄着问题。我是真心希望尤特会当得到幸福。若是因两个人未有结果，那呢我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机会，甲尤特重新开始，来弥补我对伊的伤害？丽莎总共应付真济啊，明仔载就会当出院啊。希望丽莎会当好好保重身体啊。尤通，丽华，你来了啥？我是专工在恁公司外口等你。我有话想要跟你讲，咱拄离婚的时阵，我有跟你讲过，我想要登记你的身躯边。其实坦白讲，我只是想要利用你去对付王公明，把钱摕转来。我不是真心悔改，是的，我搁骗你啊。啊，不过后来。我想袂开，带琪琪去楼顶。你敢知影我是安怎要穿白衫？因为我想清楚啊，我真怀念咱拄搬离开恁家，住伫咱新厝迄段日子，迄是我人生上快乐、上幸福的记忆。丽华，我阁会记得你之前甲我讲过一句话，做人哦。爱向前行，唔通一直看着过去的代志啦。啊，即马我赶快把这句话送给你。我是真正多多谢你替我把幸福一份摕转来，我嘛祝福你，希望你会当赶紧找到你的幸福啊。其实我早就找到我家己，是我唔知影珍惜，才会这么紧就失去一切。你敢知影？后来我是安怎无活落去的勇气？因为我太过自私，我的所作所为，干来伤害我身躯边的亲人甲朋友。我若是活落去，就继续予大家痛苦。所有我爱的、我关心的人，拢已经放弃我。我真正唔知道我活落去有啥物意义。丽华，那不是文哥救我？我早就结束我家己的性命，我就袂像像即马安尼，搁排咧对你的亏欠，一步对我家己的怨恨活落去。啊，不过自从我为王公明遐把故事物摕转来了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活落来是无的，是天公伯搁予我一次机会，予我去弥补过去所犯的错误，去帮助我所伤害的人。尤其是你，天弟啊，我回来了。天弟啊，天弟啊，我回来了。
Kelly 无伫咧厝诶，啊，遮尼晚伊走去倒啊？啊，无即嘛是安怎？连我的电话嘛无爱接。哎呀，果然是王光明，甲去掠走。阿喜啊，关于派人去找凯莉，有消息马上通知我，有听到无？自从你知影迄五千万是我无性命危险，为王公明遐摕转来了，你好亲像会较会当体谅我的感受，你会当理解我对我过去的所作所为迄种怨恨，还佫有后悔的感觉。你唔若原谅我、接受我，你对我的态度改变，你佫予我坐，你甚至佫讲到过去咱幸福的迄段日子，这予我感觉，咱好亲像，但其咱都是生时阵。虽然咱无钱，啊，不过咱两个人确实是过了真快乐。莲花，有一挂代志哦，过去就是过去啦，时间无可能搁转去啊。我当然知影时间无可能搁转去，啊，不过一个人就算做唔到代志，嘛有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敢唔是？我是真心悔改，我知影我做唔到，我知影我做出真多对不起你的代志，所以我是想要弥补你。其实我今日来，我就是来求你，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咱两个人重新开始，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凯莉找到啊！伊即摆人在倒，我拄好在附近，我即摆就来。莲花，你嘛知影，即摆状况甲较早已经无共款啦。咱已经我当然知影状况无共款，咱两个嘛已经无共款啦。你变啊，你变了比较早搁较好，搁较体贴。我当然嘛愿意为着你改变我家己。你干嘛知影？过去迄个老丽华遐尔啊骄傲，啊！不过你看，我起码拢已经放下我的自尊来遮求你，拜托你，你敢会当看在咱过去的感情，好好考虑咱两人的代志。我会当了解你的心情，我嘛感受到你是真心的悔改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？之前你受我伤害的重，害我差点什么都无啊！在迄个上痛苦的时阵，是丽莎陪在我身边，一直支持我、鼓励我，我才会当重新振作起来。真正就是你啊！我心内已经有别人啊，但是无可能啊。趁你的新冠来有别人，迄又该怎？你妈就是无介意丽莎，伊无法度接受丽莎的工课。你这样又好，你嘛无可能违背你妈的意思，甲丽莎做伙啊。我确实袂违背我妈的意思，啊，不过我袂放弃，我会阁想办法。我相信丽莎的单纯，一个善良，一定会当感动我妈的。
我知影我过去无够单纯，无够善良，我做出真多伤害你的代志。不过我现在想法真正真简单，我就是想要弥补你。假使你再无法度让你幸福，难道你现在无法度接受啊？我会当对你好，我会当让你幸福。丽华，感情是互相的，不是你来救我，我就会当让你幸福。你之前对我做遐尼过分的代志，其实我已经对你死心，我对你无感情，也无爱你啊。你无爱我？你哪有可能无爱我？过去咱的感情遐尼好，咱想做无法度搁做伙。丽华，就算讲咱无法度做翁仔某，啊，不过我是把你当作我的朋友。我不爱，我不爱做你的朋友。是不是？我干那行李五千也无够，不要紧，我会当再去想办法，我会当再还钱给你。不是安尼，不是这个问题啦。我是什么问题？我知影，你对我所有的关心，是你在施给我。你是超过伊，给我希望，然后搁拒绝我。你安尼做，就是为着要报复我。让我知道让我放肆的痛苦，是不是？不是你说的这样啦，我到底是怎样？你如果真的对我没感情，那你是要做还要感谢我，关心我，都让我知道。都是因为Lisa，我会感谢你，是因为有你的帮助，让王国明没再怀疑Lisa，不是再想要跟你做伙。拢是为着丽莎，你的所作所为拢是为着丽莎。为着你现在就是要记住我，我还阁给我机会去弥补你。是啦，是我自己应该。我对你的伤害遐尼啊重，你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就原谅我？安怎？难道你现在看到我这样子高明回来求你，求你原谅我，你是感觉真好笑？李有涛，你总是赢我，你总是赢我。丽华，丽华，你别安尼啦！你当心，别再管我的事啊！拜托你，别再管我，我没想再看到你。尤托，你已经赢了，你就留最后一点仔尊严给我，好唔好？就你，你死过一次哦。虽然后来，伊好去拄着我，甲伊救起来。啊，不过伊为着伊的过去，感觉足惭愧，歹去后悔啊。所以这段日子，伊过甲生不如死。这个真无简单，找着机会，甲王国明摕着5000万，想要弥补你。啊，结果呢？你摕着钱就要找你走，你更是男子汉。文哥，你后悔？但是不是安尼？你后悔又痛啊！你不要再替伊讲话啦 ，Kelly， 我知影是感情债足歹还的，啊，不过你已经做你应该做的代志啊。恁两个人即摆已经无相欠啊。文哥，你啥物都唔知影，啥物要讲我的代志？啥物叫做我唔知？我就是知影讲 ，Kelly 这段日子过啊足艰苦的。伊是只卖伊家己，那呢我会痛苦个只卖。这十人上重要尊严，你电话做这种伤害我的代志了，全部拢无啊！我相信你，我这么爱，煞会安尼伤害？我家己伤心，还袂感觉？这种痛苦你干嘛体会啊？
当时我出来了，我嘛再都无想要活。就算是安尼，你面对一个愿意悔改、愿意重新开始的人，敢讲你无愿意给伊一个机会？你两个人把所有走过那段上艰苦的日子，为着你的未来，伊嘛付出过伊的上宝贵的青春啊！你安尼对待伊，敢对啊？好啊啦，我拜托你两个人别搁讲啊！哎，如果跟你和陆港同样是我们两个搞啊！佩丽，莲花，我知影你是真心的悔改，你嘛是要弥补你所做的代志。阿哥今摆就袂好啊，那是不可能啊。是的。六嫂，你敢怎么六嫂？佩丽，我先上去来等好不好？拜托的啦，雨落到这么大，哪还去上南方会感冒啦？是我拜托你好不好？行啦，行啦。大姐，你别管我，你别去管我的事，你走。凯莉啊，行啦。你不能怪人家救我 ，Kelly， 你上次没救我，你别安尼啦 ，Kelly， 你上次没救我 ，Kelly， 你别安尼啦 ，Kelly， 我拜托你去冷静点好不好？你听我讲，虽然我不是你，啊，不过我知道你今麦心肝内痛苦。人理由都拢已经讲到安尼啊，你是安怎搁要继续安尼折磨你家己？你若要哭，你即摆就尽量哭。阿哥听我的话，伊人甲所有目屎拢哭干，明仔日透早起床了，就甲所有过去拢放袂记。重新好好过你的生活，好不好？是我拜托你。你这都要做治疗，会感觉真忝，想要吐，有这副作用啊，拢是真正常的啦。你会记得加啉一寡水，就算讲是无胃口，嘛是爱食一寡物件。你讲的我拢知啦。俊男，我知你今摆一定足袂惯势，家己为医生变作是病人，啊，不过我嘛伫咧适应啊。你卖着急啦。你就放好轻松，好好配合家辉，啊，佮主治医师的安排，好不好？是啦，爸。人伊身体若是无爽快，情绪自然就无好。你莫予家己这么大压力啦。咱先看卖治疗效果安怎，再来做调整。我会好好配合。安尼就对啊，绝对无问题啦，吼。你也真忝啊！你先回去休困啊！啊，不是，我输照顾着啊。我袂忝啦，我伫咧遮顾你吼，我才会放心啦。回去厝诶，我乌白想。哎呀，阿哥。好啊啦，莫一直赶我回去。即摆上重要就是你爱好好啊静养，
还是咪拢卖过去想啊啦，吼。你也听无爱讲哦，千万唔当你哋也倒退啊。是啦，一定有你，你家己身体嘛爱顾，那无因俺我来照顾爸。免啦，我来顾就好啊。照顾爸也是长期的，刷落来，你还佮我还佮离婚，咱拢爱轮流来照顾呢。我知影。春兰，先别讲话，来，以后困一下，哈。李白，一定火灵。一定火灵，这是要火灵的。这是什么啊？要我搞好做哪去？不是啦，这是我专工替你准备的保健食品。照顾病人是一件真辛苦的代志，但是我健康的身体是无得支持落去。所以，咱先把你家己身体照顾好才用的。多谢你。啊，搁有啦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找你讨论。我知影，你可能听了也无欢喜。啊，不过，咱还是要勇敢去面对。你想要讲啥？做你讲。一定好嘞！我相信你嘛真清楚爸即卖状况。虽然咱即卖用病院所有资源替伊做治疗，啊，不过治疗结果是好还是歹，拢唔知影。所以，咱是爱有心理准备。一定好嘞！其实我甲你同款，拢真艰苦，拢想要当做，啥物代志拢无发生过。啊！不过咱还是要提出咱的专业，勇敢去面对，提早做好心理准备。我了解你的意思啊，放心啦，不管结果是安怎，我都会勇敢面对的。若是爸的病真正袂好，你有先打算？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一定好哩，我无其他意思，我所有的考虑拢是为着病好。我真正唔知影俊男的病情，甲为着病好有啥物关系？一定好哩，你听我解释，咱陈总的病院是用爸的名来创立的，外口的人嘛是为爸的名声才会甲咱合作。即马爸得到当下的代志已经传出去啊，外口的人对咱病院已经失去信任。但是爸的病愈来愈严重，安尼对咱病院的经营一定会造成真大影响。这点，咱袂当无提早做打算。我认为今嘛无需要考虑这啊，而且都正像你讲的啊，消息已经传出去啊，咱今嘛嘛无法度做啥物。今嘛上重要的，还是要先甲俊男医好。是啦，你讲了无唔对啊，不过。我刚才是想要提出一个建议啊，若是爸的病愈来愈严重，是不是应该找一个人代替院长的职务？一定好哩，你莫误会我的意思，我唔是想要替我家己争取啥，我是烦恼你甲爸一世人的生活会受到影响，而且爸即马倒伫个病床，嘛一定会感觉足自责的，安尼对伊的治疗嘛真不利啊。我相信你是好意啦，也不过我真正认为大家未到迄个地步啊，我嘛无想要找人来代替俊男的想法。啊，不过一定不灵，你即马爱照顾爸，我爱处理病院这么多公事，你一个人爱无用这么多代志，我是惊你的身体会袂堪的。一定不灵，你是病院的董事长，那是连你拢倒落来，安尼咱病院未来是要安怎才好啊？多谢你的关心啦，
你是病院的副院长，你得替我分担一寡病院的责任啦。这是当然的，不过好啦，其他的代志暂时免想遐尼济，看状况再来讲。是。你先出去忙。李辉心内一定有甚物打算，只是无想要互我知影。无听到，伊想要趁这个机会，把我赶离开病院，我一定爱讲较细腻。妈，你等一下哦，先等你帮伊好好睏啊。你若是想要食啥，我叫出去买。我已经好真济啊啦，你免阁把我当作是病人啊。你敢那真正好真济啊呢？我都甲你讲我好真济啊，你还是伫创啥啦？我伫咧学幼托啊，迄天伊哦，知影你破病哦，就随挂来呢。迄天哦，伊嘛是安尼咧甲你关心的啦。即款小可代志，你阁记得这么清楚？那是当然的啊！唉，迄天若是无伊哦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。伊真正是一个值得我靠的人。阿兰，你即马还阁偷偷甲伊联络？无啦，我无啦。只是拄只哦，我有传简讯跟他说你已经出院啊。你袂使搞骂哦，我是惊伊烦恼啦。妈。你即摆身体哦，才拄好完尔，想要遐尼啊，赶紧去上班啦！我有咧打工啊，咱的生活费哦，袂有问题啦。我袂用靠你饲我，你唔通袂记，我阁有做济济无要紧的。你即摆破病哦，我真正足唔甘的呢。我知影啦，酒店的工课，生活作息较无正常。而且都还搁啉足侪酒诶，为着我家己诶身体健康，我应该离开酒店才对。妈，你要离开酒店吗？你若是离开酒店哦，我是举双手双脚赞成哦。卡叔若是离开酒店，咱以后生活都袂用像像即马共款，毋是讲你想要食啥就食啥，三不五时都去看电影。我知影啦，无啥物哦，比你的身体搁较重要。丽莎伊今日慢慢来上班，琪琪毋是讲已经出院啊？哎，再问一下。Lisa 跟我讲，伊啥物时阵才会上班啊 ？Lisa 伊一定是这样呢。啊，是这的。对啊，伊无伫遮做啦。哦，好，多谢你。子南，你今仔气色有较好哦。来，这是礼服呢，特别为你准备的，给你补充营养。我啉袂落啦，啉袂落嘛是爱啉一挂，啊，若无你会无气力呢。来啦，啉一挂啦。李伟，我真正就对不起你。是人啊，伤害你这么深，啊！你所以一直在原谅我，一直在包容我。这摆讲这是要创啥啦？你敢知？特别跟你冤家以后，我拢最后悔，我拢最想要随机跟你回信的。
拢甲我家己讲，我着爱好好爱你，好好弥补你。阿姆哥嘛毋知影是安怎会变甲安尼，一步错，步步错啦。少年的时阵哦，所做的个，到即摆无法度收煞，到即摆，搁在伤害你。俊男，遐个代志对我来讲拢无重要啊，我敢那希望你会当赶紧好起来。好啊啦。莫阁讲一寡有诶无诶，你即马需要是好好静养，啊！你想遐个代志对你诶病情嘛无帮助啊。我就惊，我无法度阁甲你继续行落去。我不准你讲这种话。你妈无，你妈无，你的妈无。我心内较好过，春兰，你莫安尼好无？妹妹，我即摆已经无在条弥补你，不过我真正无想要欠你啊。好啊，既然你爱我骂你，那呢我就好好骂你。你敢知影你外口哦？结婚的时阵，你有答应我，讲你要一世人对我好，讲你会给我幸福。结果呢？你对不起我，对不起丽芬，你反背咱的婚姻，你对这个家庭一点仔责任都无。在外口找查某，偷生囝，你害我伤心，害丽芬痛苦。这不是我，本来就是你不对啊！你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你尽心尽力的照顾家辉，不过你知影无？对我家丽芬来讲，你是一个无情无义的翁婿，还佫有爸爸，你完全都无顾虑到阮的感受，敢若坚持你家己的立场，你让阮对你一再失望。让阮对你一再绝望，你敢知影阮母仔有偌艰苦？你敢知影在甲我面对你这个翁婿，我的心有偌痛？对不起，因为我对不起。你当然嘛对不起我，你糟蹋我的青春，违背我对你的信任，你一定要好好弥补我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家己，要好好接受治疗。让你家己的身体赶紧好起来，安尼你才有法度弥补你对我的亏欠。安尼过去我对你的怨恨，我嘛袂阁甲你计较啊。弥补。俊男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要完全好起来，你知影无？是安怎你对我这么好？是安怎？既然我决定要牵你的手，咱都要牵一世人啊！啊，不过不是你一个人的一世人，是咱两个人。啊，不过我好啦，我无想要再听你讲什么啊，不过，刚想要听你讲好。假如讲，你真正认为讲你有对不起我。你认为讲我还搁伫咧怨叹你，那安尼你就爱甲我拄只讲的话拢总听入去，你爱好好啊振作，你有听到无？我伫个振作，我伫个振作，你会多谢你，多谢你搞成啊，也无放弃，我绝对袂放弃你。为着我，你嘛一定要加油哦！
火腿蛋、萝卜糕加蛋，然后小温红跟大冰奶，对吗？好好，没错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没问题。Lisa 是安那会雄雄，来做酒店工作啊？是因为伊的身体，还是伊在心骗我？看伊母仔囝的手机啊，拢无食，真正是让人真烦恼的嘞。喂，王经理。啊，恁即马伫酒店嘛？客户还佫伫啊？好好好，我随便去。好。即马是第二晚上，你应该拢已经困啊，还是明仔载再去试试大馆的餐厅，坐无清楚啊？尤托，你哪会这么坚持，就是不肯放弃啊？我着拄下班啊，巴肚有淡瓜枵啦，啊想讲去巷仔口食面，咱做伙去啦。你巴肚枵哦，啊无，等下我煮予你食啦，安尼咱嘛先一顿饭食。好啦，妈，啊你上班几工，你一定足辛苦的，也足忝的，啊无等去我家己煮来食。妈，啊你即马一工着爱做三份头路呢，敢会伤过勉强？袂啦。我早起吼，六点到九点，我去找餐厅斗三工。下昼我就去便当店煮菜。我无闲到下晡三点，我就当休困一下。刷落来，搁继续无闲到暗时七点。然后我就搁去便利商店上班。啊，不过便利商店时间较短，店长人嘛真好，伊就给我做暗时八点到凌晨零点，时间还好啦。妈。啊，你真正是女超人哎！但是我哦，我刚刚就辛苦，我下课啊，
哇，就直接去打工哎！啊，餐厅打工5个小时哦，我都忝到要死。无同啊，你看，你哩是还阁上课，啊，毋是还阁转来做功课，你安尼嘛是不简单啊。哎，啊，我是你的女儿，你这么厉害，我也只有一点点厉害而已啦。妈，啊，尤托敢有找你啊？拄只我伫咧楼顶时阵，伊有敲电话转来厝的呢，啊，阁有敲电话给我，要毋过我无接无。我拄好看到伊拄好才走啦。伊拄下才走？妈，咱两个人一直安尼比，对伊敢会想要斩你嘛？咱安尼做对伊来讲嘛是好啊。都在讲，我即摆真哩也无闲，我嘛无时间陪伊谈感情啊。你安尼讲嘛是对啦。那，啊你敢会忝？做规工的工课，要哪会袂忝啊？你看我这足闲，足艰苦。那呢，等一下咱去楼顶了，你先去泡一下热水澡，我加添一点嘞，好不好？哦，想袂到我查某囝这么大心嘞。那是当然的啊，啊你是我的妈妈嘞，我无对伊大心，要对谁大心？虽然我即马一天爱做三份工课，较辛苦嘛较忝，不过比起我较早伫酒店上班的时阵，我感觉生活感觉较平稳嘛较踏实。我相信以后咱的日子一定会愈来愈好过。等下咱若是把咱的节目行了以后，咱母仔囝就会当过着无烦无恼、清幽的日子哦。嗯，阿舅阿妈，阿伯。当然，把迄这部啊听清了，我们去环岛啦，好不好？环岛啊，嗯，好啊，太棒了！好啦，阿你抱到唔是腰，呀，让等下处置你。好啊，呀。人在内面是安怎不应一声，害我了准你。有啥物代志？我有买物件转来，你来吃。我无想要吃。小姐，等你嘛好啊。到底你是头家还是我是头家啊？你心情无好，无爱煮食，我阁会替你去传这物件。比我家己一个人住搁较忝呢。领薪水的人是你，你嘛较有道德的，哪会当讲不爱做就不爱做啦？那你我请假干呢？当然袂用的，请假嘛爱事先请啊。扫扫去啊，我甲你计较食的啊。你规工拢无食物件，搁安尼继续落，会拍歹身体。以后是要安怎甲我替我做代志啊？而且我物件拢已经买转来啊，你若无食，足浪费的。你加减食一寡嘛，好无？来啦！姐，你真正有够用啊！较早拢是别人都替我存这物。干那你啦，卡袂着着爱叫我替你传食的，你真正足大牌。对啦，我拄才去买物件的时阵哦，伫楼口看到迄黄光明细汉的搁伫遐，我伫想，应该是顶届我收你，伊先来扣分，想要报复。所以即阵你若出去，家己较细腻的。哎，唔对啊！你若要出去吼，不要对着我的身躯边，千万不能家己一个人出去，有听到无？顶届要驾驶无成功，那你即届归去伫家，互我去演绎出来，一定中计。袂用的，安尼伤危险啊！我唔惊危险，你唔惊我惊。
我意思是讲，你是助理，你是员工，我是头家呢。那有可能头家叫助理去做这么危险的代志？来年以后，什么人敢做我的助理啊？文哥，我知影你真关心我，嘛真照顾我。顶摆我予尤透去，全心情不好，找你出气。我真正感觉对你真歹势，所以即个我若是会当帮你去抓着王光明，看你好，我甲伊解释一下，无得靠我的心情，顶多会较好。你确定？其实我嘛想要趁这个机会，把过去的人甲代志全部放下。我无想要阁这尼啊脆弱，我嘛无想要恁大家阁同情我。我想要振作起来，重新开始。我想要做一个甲过去完全无共款的家己。我要做坚强的 Kitty。我无想要阁做悲哀的老丽华。好，你拢安尼讲啦，我答应你。多谢你。那真正要多谢我，赶紧食物件，物件食落，才有精神较快乐。对我王光明。王光明，我一定要让你好看。好，我睡觉，甲人顾好，先莫甲叮当。我爱伊亲嘴甲我讲，得5000万伫咧袋。老丽华，我都唔信。你这次又走会去。老丽华，我讲，咱小弟会着。Oh,